款木村堂的小心机清透裸颜霜，真的我觉得还不错，它比起外面的一般市售的素颜霜来的好用，而且滋润度非常够哦。我这边的脸是已经有上过，你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比对的差异性，这边是不是比较亮，它这边就是暗沉感。是不是两个颜色差很多？这个是没有差的，它这个是有差的。气色是不是好很多？我觉得这个差异性很大哎。那我刚好说我这边已经上过，它这边就是非常的暗沉。那我就一起把这边的脸都上完。那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两个脸比翘起来会比较相符？啊，我觉得它虽然没有办法像粉底一样是完全的遮瑕，它就是有点像是裸素颜的感觉。就是对我来讲，日常在家里，我觉得擦来做日常保养也非常棒。那你就上个眉粉，画个眉毛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分享。那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喜欢他的话，一定要去他的粉丝专页或是他的官网上面去看看哦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